没有这个鲨鱼和鲸鱼的啊，因为这一带水确实稍微偏短啊，偏短啊。那么咱们其实今天真是倒霉都倒霉的那么有运气啊，因为咱们鸟岛去不了，结果咱们看到另外一个岛反而东西更多啊，因为今天看到四只企鹅的雏鸟啊，通常都看不见。我刚才还说，我说他看的那个企鹅雏鸟上次第一次看见一只，今天咱们看到四只。啊，那么咱们回酒店呢，一会儿稍事休息一下，还有一些小点心，啊，有这个热茶水，还有这个冷饮啊，这个冰茶来供应啊，要喝热的、喝凉的都可以自己选择。那么咱们稍微休息停留一下，黄凯那边嘛，15分钟、20分钟左右，咱们上车啊，去午餐。啊、今天的午餐又是海鲜，又是海鲜，哇，今天吃海鲜，然后好像晚上有鲍鱼是吧？天哪，龙虾，龙虾现在雨林是旱季，那么龙虾主要是生活在雨林流泻类这种河流里面。现在雨林是旱季，就高山安第斯山旱季，现在不是季节，但是你能吃到鲍鱼已经很不错了。原本也没有。对啊，就是想长久。原本如果是有的话，也是海鲜店。我有了。其他海鲜店。这个希尔顿的游泳池其实它是一个方形的，没有跟咱们这个纯天然的。当时如果有人走过去啊，你要走过去，没有网络吗？手机网络马上就没有了。好，那么咱们向这个船长啊，还有这个Alexander啊，表示谢谢。来，大家下船的时候小心啊！一会儿就到餐厅那边啊，他已经准备好这个茶点啊。